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。然后今天呢是这位，小美女生日，然后呢，也就是六哥的女儿，刚才翠花她跟我讲，她说那个小美女200块钱过一个生日，过两天呢要到我生日，她说200块钱也让我过一个生日。我过生日200块钱的酒钱都不够，他起码要摆成九十大寿那种感觉。我去喝别人的生日酒，也是喝成了自己九十大寿那种感觉。我经常那样说，因为要开心呢。不管是别人的孩子满月啊，还是别人九十大寿啊，还是别人结婚呢、啊，他都能喝成他满月的样子，喝成他结婚的样子，喝成他九十大寿的样子。那人家请我去喝酒，我肯定要开心呢、啊，表露出我要多开心，是不是？啊，那边你喝的不开心的话，那边请你去干嘛嘛？再说了，我是酒量好。你等一下，你开出去的。嗯，走了。今天是父亲节。爸，武当爹拜了。干嘛给武当爹讲？哎，你带牙刷给，真敢接我。这个父亲节没钱转呢、啊，你穷了都没钱转呢、啊。没有的，他骗你的，没有的，不用看了。我来，我们进来看一下吃什么菜吧。我们今天的菜呢也是特别的。什么？我哪里骗他？我转有的吧。转了个0.1吧。怎么可能？今天这个空心菜是我炒的，炒的有点不太像样。就是还有这个烧鸭，然后还有那个凤爪，不是吗？等一下，不能拍你老爸的那个转账记录啊，因为上面全是他转给我的。哦。啊，翠花转了个188给我老爸，那个凤爪呢？凤爪在里面啊，凤爪。拿出来呀、啊。亮晶晶的。这里有个凤爪。吃吧。吃吧。就这么简单。还有蛋糕呢，午饭不用。其实我跟你们讲。午饭不用太丰盛，午饭不太吃得下。小孩子其实你吃什么菜他都不太喜欢的。等一下吃蛋糕吧。对，他只是喜欢这个而已。他喜欢这个蛋糕罢了，哎，这个蛋糕有点可爱哦。人家过生日不是一般都是到晚上才点蜡烛的，你白天就给整了。这提前点吧。啊，提前一点啊！生日快乐！你看，蜡烛灭了，许个愿，戴个帽子。许个愿，戴个帽子噻。帽子烂了。蜡烛都灭掉了，没事，再来过，再点过。啊，师傅教练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过来，弟弟也过来。还有，唱生日歌啊。那么是。先许愿，快点。唱生日歌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大点点，打鼓掌。祝你生日快乐，鼓掌在哪位姐？你要唱啊，唱给姐姐听。我眼里像发了疯的爱。哎呦，这是什么？姐姐拍个照片。这是什么？小朋友。好，坐好，别动。剪刀手已经准备就位。笑。嘿。笑出来呀、啊！笑出来、啊。笑呀。啊，我笑不出来。没事的，笑起来才可爱。笑不出来。这蛋糕太小了，我笑不出来了。来笑一下，好漂亮，笑一下。耶！一打开蛋糕，这些小朋友就陆续过来了。我们这里面这几户人家呢，都是很多小孩的。那现在你看那边又来两个。这个蛋糕今天应该能搞定。祝他生日快乐！马上也不会了吧？快过来！这期视频就。先分享到这吧，过几天也是我生日了，不知道有没有蛋糕。
那个抠烧的货都没有了，应该。好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